左边少一个人吗？没事，不是什么没事，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。哦，还有人了，有人，有人听说是个正妹是吧？评审正妹，而且很会唱歌。谁先？而且是大咖，真的吗？而且他声音会越唱越大声。正妹大咖越唱越大声，谁？谁？直接欢迎他，直接来了，他已经来了。各位欢迎李佳薇。你骗我！喂，什么话？是个天后。身体对，就是小小一只这样子。到底哪里来的？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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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